庆后的演员们在聚餐，看着大家真的是很开心的呢。尤其就是我们的霍建华男神，肯定是想着杀青了回家陪老婆和孩子了。杀青后的妃子们真的是很开心的呢。这位女演员还做了一个杀青的手势，看着还是很搞笑的呢。宫女和太监杀青后在幕后晒照的时候的场景，看着大家真的是很开心的呢。不得不说的就是中间的那个宫女还是很漂亮的呢。杀青后的海兰真的是很美丽的呢，微笑还有举止好，很优雅大方。杀青后的女演员们在幕后的时候大合影，看着真的是很养眼的呢，个个都是美女呀。杀青后的导演也是很开开心心的呢，和大家共同举杯庆祝演员杀青后和工作人员的合影，看着这个女演员有点像是混血一样，看着真的是很漂亮的呢。杀青后的香妃真的是很时髦的呢。为什么说香妃时髦的？是因为香妃是满头的脏脏辫，真的是很时髦的呢。杀青后的女演员在幕后看着真的是很清秀的呢，而且人家还是素颜的呢。杀青后的宫女真的是很淑女的呢，这位宫女的身份真的是很洋气的呢，人家是一个英语老师，看着真的是很有书香气质的呢。